您是送女朋友？啊，是。啊，不是。没事，就他了。就他了。嗯。行，我给你找一个好看点的盒子抱起来啊。啊，谢谢啊。俗话说得好啊，这人养玉，玉养人。你的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秀。 能成为豫北航天员，不仅是你个人挣到了一份荣耀，更重要的是要肩负起巨大的责任和义务。当然，除了你本人的意愿，家属的态度也非常重要。这毕竟涉及家属的工作调动。不过，你还没有结婚，只要家人同意就可以了。家属？ 林同志，行，你先去抽血，然后再去做其他检查。哎，陈医生，哎，我方万达的出院单给你，给我吧。方万达？我爸？啊，你别担心，你爸已经出院了，你先去抽血，好吧？一会儿我再跟你说。不是，我爸什么时候住的院，我都不知道。这怎么回事儿？这到底？他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出院了。 那我得回去看看。哎，你等等，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爸出院了，你哥现在照顾他呢。如果你不想给你哥添麻烦，你现在必须按照规定就给我去抽血，少废话。抽血就抽血呗，这么凶干什么？真是。哎，方小天。哎，大夫，我这个血抽完了。啊，体检都做完了是吧？做完了，那我回去赶紧看我爸去了啊。哎。 你等一下，别着急，我跟你说明一下。啊，方伯伯是因为膝盖受伤住的院，轻度错位，休息一阵就没事了。但是，毕竟上了岁数嘛，所以恢复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。哦，你哥第一时间就从部队回来照顾他了，你放心。那我这体检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哥被选为豫北航天员，按照规定需要直系亲属参与体检。什么？ 豫北航天员，等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就会直接转到你哥的部队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哥就是一名豫北航天员了。哦，哎，我说大夫，我怎么听着你跟这方万天关系不一般呢？你跟他是现役的啊，还是豫北的？现役军人。 哦，行了，不是还要去看你爸吗？啊，小天，哎，哥，哎，哎，你不是，哎，你不是在家照顾爸吗？上这儿来干什么来了？来见你回家啊。哦，走吧。不是，这，哎，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 等会儿，哥，嗯，你现在可是要飞向宇宙的航天员了。这弟弟心里不免对你有点羡慕、嫉妒、恨呢。哎，你说你通知家人提个紧，你还不跟我提前说，搞得我吓出一身冷汗，知道吗？行了行了，别跟我抽贫了。 代表你们体检呀，都没问题。开什么玩笑啊！我身体不比你好啊，不比你更符合标准啊！自己心里没数。咱爸那身体就更不用说了，结果我都看了，啥事儿没有。我还是真有点放心不下咱爸，倒不是担心他身体，是因为除了体检啊，还有一项家访，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我能不能入选。这你更得放心了。 从小，咱爸最疼的不就是你？啊，你是怕他觉得咱俩都……哎，天上还不够他飞呀，还要到太空去。啊，
是这样，房管天的条件呢非常好，可以说是从近千名飞行员当中脱颖而出。不过，航天员这个职业呢很特殊，工作强度很大，所以必须要得到家人的支持，否则也会影响他的入选。所以，您的态度非常重要。明白。 一天到晚在天上飞来飞去，我的心都悬着，现在又要到太空去，哎，是不是很危险呢？啊，说实话，方老先生，这危险的因素呢，肯定是会有的。不过我们所有的科研成果、技术应用都是在保证飞行员、航天员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，所以说这一点，请您放心。话虽那么说。 方汉天是我儿子，没有一个父母会舍得自己的孩子。对，但是我从小就教育他，七尺男儿要有责任感，敢于担当，尤其作为军人，更该如此。不能遇到危险，我们就往后缩，不是吗？特别是这件事，我很清楚。 于国于民都无上光荣，所以我的意思是，我支持他。您说的太好了，方老先生，谢谢方老先生，您的儿子一定会让您更骄傲的。请坐。啊，您坐。 岁数大了，有点脆弱，不好意思，问句不该问的，我儿子还没有成家，这个航天员他是不是他不能结婚生孩子呀？当然可以。哦，那就好。不瞒你们说呀，他们工作了个地方太偏僻。 找个对象是相当的不容易，没机会。先生，啊，这汉天入选航天员之后，就回到北京工作了。哦，说不定就遇上缘分了呢。对，您就放心吧。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二位。不好意思啊。好事儿，好事。 来，哥，走一个。过分了啊！知道医生不让我喝酒，你们俩小子当着老子面碰杯。不就是没带着您吗？甭着急啊，等把腿伤养好了，第一时间我们请您啊。得了吧你！你自从到了那儿，你回过家吗？你哥马上要到太空去了，我马上成孤老头了。什么孤老头？您这是撞坏了腿，还是撞坏脑子了？ 怎么突然这么磨叽啊？我不磨叽，能把你们俩的养大？王老大，爸问你个事儿，你跟那个小陈大夫，你们俩进展如何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真要不行，咱也别强求。 爸，那陈医生我见着了，相当不错，长得倍儿漂亮，配我哥是绰绰有余，但是就是有点厉害，挺凶的。你别闷着呀，到底怎么样？您能成为预备航天员，不仅是咱们军区空军的骄傲，更是咱们团的骄傲。
你可给咱团使馆增添了新时期的华彩篇章啊！政委，您这么说，我压力可就大了。哎，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嘛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得跟你说件其他的事。嗯，你跟小陈是什么情况啊？我们挺好的，我还想继续往下发展看看。好啊，若是真成了，你们就掉在一起了。掉在一起？是啊。按照规定，航天员家属就要调到航天员中心。雨琦，吃点东西吧。哎呀，汤圆儿，谢谢妈。哎，那个，前几天吴叔叔给你介绍那空军飞行员，你们俩现在。不是我，我是说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妈，我们刚认识。哎，这事儿啊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您就别操心了啊。我妈的意思是说，如果遇见了，这就是缘分，千万别错过啊。嗯，知道了妈。我吃吧，一会儿都凉了。哥，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带回来给他爸瞧瞧？不是你这铁树得开花呀，你不开花，我这后面还跟着等着呢。哎，我问你，如果为了自己的事业，要对方放弃工作，是不是很卑劣？那这个就得看感情深不深了。如果人家是姑娘，心甘情愿的为你放弃事业，那我觉得很伟大，这属于爱情万岁，对吧？可是如果人家不情愿，没必要强求，对吗？那你是属于哪种呢？来，给你倒上。这还得壮胆呀。祝你铁树早日开花啊，哥！我在你后面排着呢。笑什么呀？那个啊，这感情的事呢，我确实不在行。但是弟弟，祝福你啊，祝你好运啊！行了行了，操心点正事儿。如果我能入选啊，说不定就是坐着你造的飞船飞到台风去。你可得确保你哥的安全啊！必须的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反正你一时半会儿也飞不了，你把咱爸看好啊，咱爸一人挺寂寞。你也一样，别一忙起来啊就不管不顾，我回家看看。行，放心吧。你瞅咱爸都困成什么样了。谢谢啊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好。哎，江瑶。哎，我正要给你送行李呢。啊。谢谢。对了，你那体检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没事，我们家里的事儿。那个我哥被选上那个预备航天员了，然后人家就要求我们全家都要体检，这不就去了吗？让你操心了。
那你明天干嘛？我明天一早要去101试验了，你呢？我明天下午去发射场，那等我回来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，那你不舒服，赶紧先回去歇着吧，啊，你记着吃药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多喝水啊。走了。哎。送我的。喝酒了。哦，跟我弟弟喝了一点。你最近啊，最好不要喝酒。哦，而且一定不能受伤，要时刻保证自己的安全。还有，我知道。这个镯子。怪不得呢，大晚上叫我出来，原来是要送我礼物啊！不要不好意思承认哦。是送给你的。哎，不过你别误会，这只是个小礼物，没有别的什么意思。你看着我，说真心话。好好跟我说。我。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有有。我祝你今后工作生活都顺利。你真是小鬼。全体都有，立正！我宣誓，我宣誓，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，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，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刻苦学习，严格训练，刻苦学习，严格训练，遵纪守法，英勇无畏，遵纪守法，英勇无畏，无私奉献。不怕牺牲，无私奉献，不怕牺牲，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，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。这次国际会议谈判的结果已经通报给大家了，最严峻的任务是原子钟的研制，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前沿的技术，也是卫星导航的最关键的核心的技术，必须自主可控，才能够掌握主动权。1期试验系统以双星定位为主，钟旭，第一颗星由你来做任务总抓，第二颗星由我来负责，两颗星同时推进。与此同时。2期重点任务也要加快研制，而且寻求开拓市场也要尽早启动，把工作做在前面。星辰研制刻不容缓啊，我们要像当年搞2弹1星一样，白手起家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发射，这样才能保住谈判成果。顾院长说的对啊，我们这次谈判虽然是谈下来了，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，以后的路还很长，还会有更激烈的斗争。李院士的话不是危言耸听，星辰现在说白了就是隐形竞争。现阶段院里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飞船上，我希望你们星辰团队一定要沉住气，可能短期内你们的成果没有飞船那么显著，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，未来10年20年星辰一定是全世界
最有影响力的工程。老李啊，也就是老顾这儿有好茶叶，你尝尝。哎呀，现在的任务啊，是一个接着一个，个个紧急，个个重要。哎，怎么样，两位老战友，吃得消吗？吃不消也得吃啊，谁让咱们选了航天这条路呢？哎，要论辛苦啊，那还得说老李，你看看啊，火箭、飞船、星辰那边，他还得负责一组。我说老李啊，得把你撕成三瓣才够用啊。哦，对了，嗯，我今天听说呀，这个预备航天员大队已经正式成立了。他们那边提前准备了，咱们也得加速度啊。哎，老耿，酒泉发射场这一趟就得辛苦你了，一方面给林泽他们下达飞船任务的最新指示，另一方面新发射场的转运工作马上就要开始，我们要绝对的重视。没问题，总把我关在院子里啊，我也该出去透透气去了。哎呀，估计林泽他们在大戈壁那儿正忙得焦头烂额呢，咱们得支援他们一下了。哎，这样老顾，我从飞船组啊带两个年轻人去，你看行吗？没问题。你怎么来了？院长让我来的，说是让我把骨干部换回家里做实验，好像总院要求说明年飞船必须要首飞。那向阳来了吗？瑶瑶姐她去101研究所了。那个，这是瑶瑶姐从国外给你带的礼物，让我捎给你。这么说起来，这回谈判还挺悬的。长见识了吧？这只是刚刚开始。根据飞船的测试流程走了一下程序，也算是检验了一下厂房的设施情况。总的来说都很好，符合我们当初的设计要求。有个别问题呢，也已经反馈给指挥部了。吊装、对接、工作台这些大程序都做了一遍。飞船的测试厂房、加注厂房，还有扣整流罩的地方，都已经检查过了。就是整流罩那个厂房啊，原先设计还是有缺陷，在那里扣罩转运比较耗时。很好，林泽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好在这次飞船不参加测试实验，这之后的工作就比较少了。等过几天整流罩那边测试好了，就可以扣罩配合火箭进行垂直转运。哦，我们已经按照飞船的加注状态做了配重。好，你跟顾南啊抓紧回北京，赶紧忙活那边的实验。明年飞船啊就要首飞，咱们得多几条队的走路才行。明年首飞？可我们的飞船还是出样阶段，部分产品只是试样产品啊。这是国字号的任务啊，所以我们更得加把劲儿。哦，对了，耿院长啊，有一个事情要向您请示一下，就是零高度逃逸试验，酒泉发射场这边希望在他们那里做，借机锻炼一下队伍，各部门之间的配合，演练总和和实战情况。这个想法很好，也能解决我们不少问题，一举两得。这样，我跟顾院他们好好商量一下。这很好啊。行，这两天我抽空去看看。老耿，这两天辛苦你了。老李这边的星辰系统也忙得不可开交，等到了垂直转运的时候，我们俩一起过去。好，
我这边先按照计划执行。嗯，好，再见。甜甜来了啊！哎，顾楠，前期的合战总结我已经写出来了，我给你也打一份。谢谢。咱马上回北京做家里的实验。好的。别人让我来，就是为了换你。这是整个飞船的转运的一个流程，现在进行到这儿了。飞船节点的工作呢，我也做了详细的记录，你们两个接着往下记就好了。嗯，还有什么？反正目前发现的所有问题呢，都记录在这里边。有些呢已经解决了，还有一些呢需要做一下设计的改进。没有解决的，我也都记录在这里了，都标记好了。你们两个对照着看。南哥，有你这两本秘籍在手，交接工作肯定没有问题，你放心吧。有你们俩在，我肯定放心啊。实验也够你们忙活的。那要是产品没有完善，明年能发射吗？还有地面实验船呀。这不能开玩笑啊，实验船怎么能行？喂，哪位？哦，哎，找你的。喂，好，好，马上来。文二。小弟儿，明天手头什么工作？明天为转运做准备，同时呢梳理一下顾楠交给我的工作。这样，明天你给我考察一下逃逸试验的地方，把需要的东西准备一下。逃逸试验在这里做吗？对，这边有发射场地、人员和设备，落点安全。好嘞。转运？怎么，突然选特军装了？这得是多大的诱惑才能做出的决定啊？是有地方医院高薪挖墙脚了？政委，这跟收入待遇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就说嘛，那这事儿你跟你爸商量了吗？我是一个成年人了，更是一名军人，我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这件事儿是我自己决定的。你可是咱们医院的学科带头人之一啊，也是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。我希望你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。你决定了？院党委还没决定呢，我不听。不是，政委，这关系到我的幸福，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。看看，闹了半天，还是有自己的小九九吧？说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政委，其实这事儿吧，还得感谢您。您之前给我介绍那个方汉天。他是中国首批预备航天员了。嗨，看我这，明白了。于斯啊，为你高兴。这愚公呢，愿里惋惜啊。算了，既然打报告了，那就走流程吧。审批需要些时间，这样吧，趁这段时间啊，你再好好考虑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。如果你确定了，为了自己的幸福，只能这样选择的话，我也不拦着你。是。哎，赵甜甜，我正要找你呢。这是我整理的一些关于飞船的资料，我给你留下来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！到时候我看完直接还给资料室。行。你就要走啊？时间太紧了。你来这儿是？哦，那个我来是找你的，想让你帮我一个忙，就是
我宿舍书架的第二层有一个装订的资料书，是我搜集的装订本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平常马马虎虎的，我忘拿了，想让你到时候帮我带过来，这是我宿舍钥匙。我去你宿舍不太好吧？没事啊，你就可以到时候去找张瑶姐，但是不过她……行，我去找江瑶。大哥，你这算什么呢？这是那个飞船升力控制的模型。董院说啊，让我明天啊跟着他去考察逃逸实验。所以说我现在得算出需要的面积，还有就是个风速影响的偏差范围。不是，天哥，咱们在这儿做实验不用考虑面积因素吧？难不成还能飞出国境去？胖子，我不是说你，你就这点不好，不够认真，不够严谨，真的。你还真别怪人家林组长老收拾你，哎，条哥，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他明天就走了，我特别开心。他走了，你就可以不认真吗？开门去。谁呀？谁呀？林组长。组长。你这得算到什么时候去啊？考察之前肯定完成。实验室的模型数据，照着这个范围选就可以了。不行，因为这上面没有考虑到风载的因素。逃逸实验是从地面起飞，不是从8000米空投。风载因素不会影响那么大。啊，好累啊！你就知足吧你啊，我们结束的早，钟组长还不知道要奋战多久。你说钟组长到现在都还没结婚，他还挺不容易的啊。这真是为了咱们航天事业，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和家庭。哎，可能是受了伤之后，他就把感情全部投入到事业里了吧。什么意思呀？听你说这话，感觉是话里有话呀。我也不知道呀。就是在瑞士的时候吧，我听钟组长就跟我说过只言片语，好像是因为留学错过了一段感情，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总之挺难忘的。嗯，这样啊，看来真的是一入航天，情深似海。解散，撤，解散。主任好，主任好，韩天，好，你留一下，来来。你可真是的，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组长说一声，抓紧时间把结婚报告打上来，啊。主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啊。这一片啊，它是有几个小山包，你知道吧？这一片不太平。对。这张你看，这一片呢比较平坦，所以适合降落。主任，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，在院子里等着呢。那行，咱们走吧。好，咱们走。
主席，怎么样？意外吗？什么情况？主任刚刚告诉我，让我提交结婚报告。听领导的没错。雨琦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你明明知道，跟我结婚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我已经打了转运报告了。雨琦，你不能这么冲动。你这样，我怎么？范寒天，我想知道的是你的真实想法。如果你对我没有丝毫感情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打扰你。可是因为，如果是你考虑的太多，或者是为我考虑的太多，来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。我们都是军人，难道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吗？我很清楚我对你的感情，我需要的是你的回应。正因为我们是军人，所以我太知道这身军装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。我们从军是因为理想、信念，还有那份骄傲。相比较这些，我真的不能。不能什么？不能因为儿女情长让我放弃。范寒天，你敢不敢背负我们的理想前行？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一会儿了，别太累了，要注意劳逸结合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要探讨原子钟的问题。最近呢，我翻阅了很多资料，发现了一些线索。我最近呢，也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，还有一些相关专业的几个研究所、中科院、几所大学的重点实验室也都取得联系了，找到了一些资料。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没个三五年弄不成。三五年当然不行。是啊，只要是原子钟拖了后腿，这我们的轨道就无法保证。国际合作那边有什么希望吗？这么尖端的技术，是不可能有国际合作的。你看，载人航天就知道，唯有我们取得了突破，才会有后面的国际合作。这万一时间赶不上，怎么办？你当初不是信誓旦旦地说要保底发射期限吗？我当初我还真没想这么多。别气馁，要相信我们的能力。实验系统你要多操一点心，我要亲自抓一下核心部件的研制，包括长寿命陀螺。知道了，这是您的理想，我哪敢怠慢。也是我们所有航天人的理想。这儿怎么样？我一火箭就从那儿的场坪起飞到这儿开伞降落，这一片都很平坦，就算是飞得再远一点也没事，这周围啊都可以降落。嗯，没问题。哎，小天，哎，你测量的距离是多少？20多公里。地方没问题，就是设计区到这儿啊路程太远了，飞船加重以后啊有震动条件，
来的这个路况，我们还得要再勘察一下。这没问题啊，咱们就按飞船指标规定的路线和速度，路况不好的地方，咱们走慢一点吧。对对对，这都不是问题。老葛啊，啊，这儿是不是比你们在北京做实验宽敞多了？哎呦，我说李主任，这儿啊，就是地儿大。进来。潘天，干嘛呢？上课去吧。好，知道了。嗯。哟，这都没人检查了，还整理内务呢？哎呀，习惯了，改不了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成色不错呀。哎呀，这是给人的礼物，有眼光啊。哦。就你眼神好。对。快走了，走走走。啊，别迟到了。快快快。走。是你和我。